ご覧の番組は幸せ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金爸爸手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如果车身不同色就是不同色就是入门。我还没看过，还不知道。是车照，可是我有看过同色的，同色是长。对啊，我有看过同色的，白色就是长这样，是台湾的。但是入门的话，我没有看过实车，因为这台入门有装配件，这个是选镀铬配件。好像比较好看，比较好看。红色怪怪的，红色我觉得好像红色怪怪，我廉价感。那这个红色是属于配件车啊，那这个就是网络上可能媒体上面都有已经有，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是实车照，这是顶级的实车照。黑色还不错，对，黑色很好看。怎么办？今天我们的这个，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军翼，军翼啦，军翼，大家老花眼。今天又是我们的军翼啦。大家记得，我们军翼就是咱买迄个 Fit 的时阵，滨江的那个客长，这个黄豪平嘛。戴口罩更像，有没有？他戴口罩更像，他眼睛那边很像黄豪平。不然你说一下，掌声加尖叫啊！HRV 啦，我们那时候拍旧款的时候，我说那个钢牙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感觉比较好看。这本来现在没有了，而且还送你贯穿式的尾灯，不买一下怎么可以？所以今天他就来了，对，我们就准备来订车了。那等一下让他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挑挑颜色，看看配备差在哪里，再决定他是要买入门款的，还是他叫顶级嘛？尊龙版。听起来好像 S 加进化版好像比较贵，可是其实没有，比较便宜。好啊，售价也出来819跟879，那我们就了解一下，再给它定下去，好不好？来吧。那我这边都已经写好了，就是小四汽车的金融。好。那因为我们是预购的话，有延长保护跟。延长保护跟10000配件金。对。所以我到时候选配件就是10000内。对，是多的。我之前有帮你预购啊。因为我们他之前贴心啊，预购本来截止，他先帮我们提前预购，所以他会送10000配件金，我们就是10000内就给他尽量选下去。好了，怎么那么简单？你去找会计啊，我不敢去。你去找会计啊，20000块。我最近买太多了啦，我最近买真的买蛮多的，太可怕了。我们还买隔壁还去买一台新的宾士我这样加多少钱呢？你知道吗？高丽亚还没卖掉，我还拿新的 Swift Sport 手牌嘞。对啊，到最后变经销商了啦。好啦，快点快点快点，你去拿啦，你就跟他说那个啦，订 HRV。好，来这边。好，谢谢，点一下。好的，那就搞定啦。那今天就谢谢君毅，好不好？因为他们家还没有车，我们就先订了，然后到时候有车我们再去。现场试一下，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公关媒体，所以我们就要跟一般的消费者一样，好，你们能看到车的时候，我们也是刚好也是第一次看到车，这种感觉才有惊喜感。好，那就等试车见，看车赏车见，赏车的时候应该就可以选配备了。对对对对。好，阿呆又多好多满啊，好，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不会。Panda。开这台车去可以吗？因为我要把它开到没电。你知道那个以前快打旋风，里面有一家汉达，对，叫汉达。好，不要再越说越远了，开场开五分钟了。HRV 啦，来了，终于来了。不是来了，是我早就订了。预售的时候我就订了，可是那时候看不到车，我就订盲订，又是盲订。上次订 Fit 还。有展车对不对？对啊，这次盲订，谁是下个受害者？HRV 上个礼拜五啊六吧，展示车就已经到店里了，然后通知我们说可以去看一下，这一定要看一下的。反正都订了，订了就是要帮各位观众朋友啊，很多车品都上了啦，但是我们还是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我们有可能都是买回来测一测试一试就卖出来了，对啊，大家都有机会买得到，好，我们就先去了解一下，简单的看一下，然后再来再看一下什么时候可以交车，就等交车这样，一样上次那个嘛，那个叫。上面 E 哈，都忘记了。黄豪平啊，我都叫黄豪平啊。我上次加掌声加尖叫，他就不说。
好，那我们现在就去那个啦，往滨江去啦，好不好？掌声加尖叫！我有点后悔，不应该订黑色，我应该订白色，然后换水箱护照，因为那同色水箱护照我感觉要挂掉 P， 好吧？我又来了，我又来了。军艺大家已经看过了好多次了，好不好？掌声加尖叫，好不好？可以尖叫。哎，终于看到车，来来来来，哇，就华裔。我们先让专业的跟我们简单的讲过一次，等一下我自己再看一次，好不好？那小师哥，这是我们 Prestige 这个顶级的啊、Prestige 尊龙版。那外观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水箱护罩啊，因为这是生态灰、它会是同色的。哎、欸，是不是还有多这个镀铬饰条？是不是？对，前后保杆的话都会有一个这个饰条。哦，都会多一个镀铬饰条。对，这是 Prestige 才有的。嗯，头灯的话就是一点点的这个镀铬丝框，中间哦，里面的这个眼睛。对对对，这是 Prestige 才有的。大灯不一样哦。大灯是一样，只是它多了一个这个饰框。OK， 里面嗯一点点。那铝圈的造型都是一样，但是它有喷漆枪色，对不对？对，那进化版是双色，顶级的部分是单色。那右侧的话会多一个盲点监视器，这个 Lane One， 它会有一个摄影机。对，有个摄影机，只有右边有嘛？就右边有而已。内装的话就是像是中间的那个钢琴烤漆，排挡座的地方也是 Prestige 有 ，Prestige 才有。哦、oh, okay. ，对，然后电动尾门。哦，电动尾门，脚踢的，随便踢吗？中间，中间。哎、欸，它这个后行李箱，你们的数据是比前一代大还小？深度的话是190。哦，深度190。就是到前面两个椅子。哎、欸，我看骗人了吧？我看后座怎么那么大？后座是真的很大，就是膝部空间很大。但是你拍一下，这前座会不会太大？好大哦。对，它是前面椅子，它弄前面，你是不是有怀疑，对不对？我也怀疑，还是标准的。好了，我等一下上去坐看看就知道。哎，平的，对，很平。啊，我知道了啦，它这个就是跟之前那个 Fit 一样，它是那个板凳式的，有一根棒子拿起来就可以折了。因为是中置油箱的关系，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按下去的话，对不对？假设我们拿东西，双手拿满，对，你直接离开，电尾门会自己关起来。嗯，要可能是看钥匙，但是钥匙很难，因为钥匙要在身上。有没有？那我走了。关掉。然后它会附上自动锁门的功能。哦，它就锁起来了。对，这个锁门可以选择开或关。对，现在都是这种贯穿的。尾灯很漂亮，我打开给你看一下。我觉得贯穿尾灯还好，因为现在很多车都做，好多牌子都做，现在已经有点泛滥。好看阿呆的发文。可是我觉得他这次这个是还不错，我还蛮喜欢这次这个。啊，没有，发生小小哥而已。你是很小哥哎，哎，其实你看手好像是对的哎，可是脚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对。如果是我开车的姿势的话，我应该、啊、不好意思，我把它按一下，可以。我先调一下我开车的坐姿，我坐姿应该是这是最低的哦，你要高的话就是一直往上爬。哎，它坐姿偏高呢，还是 HRV 本来就差不多这样，因为它油箱在下面，就会比较高一点。你说油箱在这下面吗？对对，它中置的，它做保险的话是。哦，那这次的话大腿支撑又比较好，就是它这边可以撑得到。看看你刚刚看，蛮软的，比想象中软。好，我的开车是这样，来，我来看后面，也蛮大的哎，怎么这样？外表看不出来呢。头的话，因为我戴帽子比较高，算一个拳头吧。可是坐姿有点挺，空间真的蛮大，我有吓到。那这一代多了后座出风口。哦，前面没有。对，然后这边有一个手机袋，这里可以放手机，它有一个独立的一个袋子，蛮特别。宝贝袋。为什么我喜欢叫它板凳型？因为你有时候会觉得感觉好像坐在一个板凳上面，会比较空虚的感觉。可是。我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一个节省空间跟利用空间的一个设计。可是真的差别就是在于，我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有些人跟我一样，觉得坐在这上面是有一点对空空的感觉，所以我都习惯加板凳，就是这样。它这次的这个车长啊、车宽的尺寸跟前一代上一代的话来讲，短了0.4公分，还比较短。对，看起来很长没有错，但是短了0.4公分。那车宽的部分大概是1.8公分，宽了1.8，它主要是变宽，但是变矮，短一点点这样。哦，有变矮，对对对，我知道。因为它酷配造型，矮了1.5公分。哎，泰山，我看到一个东西还不错，你看它这个设计，排挡座是这样，喂，有没有？有别出心裁吗？哇，博士盖哦，
那这次算的引擎是一样的，没有错，但是它透过变速箱的优化，跟 Fit 是一样的吗？变速箱不一样啊、哦，变速箱不一样。它齿比的话從，中传从4.992加大到5.436，嗯，所以说它的整个零到这个80这个区间算轻吹，算好开了。等我回来就知道了。对，到时候再开开看。再來它是有采用的是 EOP 这个电子油泵的这一个设计 ，Fit 不是。嗯 ，Fit 还是机械式的变速箱哦，变速箱它是多一个电子油泵，以前是机械式，嗯，有一点像是以前的液压方向盘改为电子动力方向盘，它会让动力会比较轻脱一点。他们引擎的马力数据是121匹，跟 Fit 是一样的，一样，反正就是同个引擎，但是变速箱是不一样的，对，变速箱不一样，然后齿比差异很大，这个中传开起来感觉会不一样，虽然它车比较重。哦，期待回来开一下。我比较担心一个问题。对，这个你们来，快，看小市场试试看。靠，现在到底，我不要官方说法，我认真的哦，你不要害消费者。我们到底会不会有电？应该是。我需不需要他，然后去讨论一下这个部分？最快我觉得在外站，最快应该也要小改款。小改款很久呢，对，就2年半至3年。你确定哦？你不要乱讲话，因为现在没有送测啊，能源局那边都没有送测，都没有数据啊。哦，如果有送测的话，其实大家都看得到。送测大概都是提早多久？可能至少要1年，一年以上。对啊，1年左右。不要官方说法呢。哎，这不是官方啊，不要害我观众朋友被割韭菜。我也希望油电赶快上。我觉得是最关心的嘛，对不对？对，你总要让他知道，哎，我下冲下去买了啊，被割了。哎，我最受不了的是这个，你知道吗？所以我一定要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短时间，像刚刚讲的，一年以上，我觉得那个就没差了。你不要我回来，我还没交车，你就收割。我回来至少我已经爽个一年以上了，我觉得那 OK。而且油电更贵啦，说实在的，一定更贵嘛。所以这个有预算考量的，我不是预算考量，我是这个观众考量。现在流量在哪里，车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哎，要去试一下好不好？我们可以有 okay, 可以试乘，有，我是准备好，稍等一下，哎、欸，开了。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金爸爸，首款打开来零秒开机台。哪里呢？四人车是白色的。哦，好，白色的，有装空力套件。哎、欸，空力套件，哎，哪里有空力套件？这边。哦，下面。看起来像双出的尾管，但是不是。然后侧边也有。下面这个侧裙吗？还是上面黑色这个？下面这个烤漆的。哦，下面这个烤漆的。对。然后前面呢？前面也是，哇，它那个烤漆跟镀铬是一起的。你知道我刚刚看的，我就是觉得有一个地方很奇怪，就是我们刚刚看那台展示车有没有？我觉得它这一次这个少了很多镀铬，几乎都把镀铬都拿掉，都变红色。所以它现在的水箱护罩大包这个多把镀铬弄回来。好了，我们先开了，先开照。那你就直接开好的那个画面。哦，而且跑出来了，对，蛮清晰的。它右边的，我刚好打右转的。对，我刚好打右转的。然后这边右转，哦，这边再右转，对，好，哎，它顺顺开的话算蛮好开的。然后这次多的就是，你看我们的仪表啊，后座都有告诉你说我有没有系安全带。哦，对，哎，这样有点，对，全部弹，它亮着啊，排气声浪，引擎声浪，在山里引什么？啊，你有听到引擎声浪啊？哦，不是浪，咆哮。那它这次改款的话 ，ACC 都是全速域的，全速域的，对，它是比 Fit 还要高阶一点。它的出风口很特别哦，它的右边可以旋转哦。哦，我知道这个，对，扩散式 L 型的，脸部不会只吹到我们的脸，那会提升我们后座的冷房效果。哦，所以这也是露底了。对，露底，然后就顺便试一下回转半径，陪客人这样试。对。它到底是1.28圈？哎，它的方向盘，我以为到比想象中的还要再多哎，为什么？对，1.28。CRV 的话会再少一点点。对啊，我刚刚以为应该已经要到底，结果还没，还有再多一点点。它大概3000转可以发挥到90%的扭力的，然后一路到4300转最大扭力，这样。哦，对。CVT 哦，对，它是 CVT。我在想说，这次 Fit 隔音做这么好，右转的嘛 ，HRV 的隔音应该也有比较进步吧、啊？跟旧款比有进步，所以我在刚才感受它的隔音，空切声好像还好、啊。
我老实讲，我总觉得 Fit 隔音比较好。对， Fit 隔音比较好。你也这样觉得吗？这是真的哦。对，真的是 Fit 隔音比较好，因为它这个修理车比较高一点点、啊、它在那个轮毂里面容易有一些气流。哦，两台都有。我觉得它的底板声音是比较大，没有错。对啊，这台的引擎精致度还是都跟上一代差异很大了，不论是行进中那个引擎的抖动啊之类的，都是比较好的。不行啊，不好我就不买了。一定要进步哦。它一样有 Auto Hold， 我们也是可以打开这样子。它多一个怠速熄火，现在已经有怠速熄火了，对 ，Auto Start， 我们就直接高上去就好。没关系，随便停，靠右边那个，随便停一下就好。OK， 谢谢。好，我有个那个，然后它一样是这个，对，手刹车就是拉一下这样就好。有没有？这个是萝卜碗酱。萝卜碗酱，那是E-Con节能。好， okay， 谢谢啦。谢谢。走。我刚讲的很委婉哦。好，还 OK 啦哈。好不好？那剩下我们试车的时候再说了，好不好？好，走，选配了啦。这个是我们选。好，谢谢。这个是我们的选配单。好，这是选配单啊。对。价格等一下给你看一下。我刚看到前下测试版、后视版、水箱护罩、尾翼。行李，我们最喜欢看的行李箱车版6300，上次 Fit 没有选的车版6300。这边的话就是属于安全的啦，像是环境，因为它这是一样没有后镜头，对不对？倒车影像，对，标配。哦，倒车影像已经有了，倒车影像 Fit 那时候没有，对不对？ Fit 那时候是加钱弄。对，那它环境摄影的话是要再另外再加的。盲点是原本没有的。盲点的话，它是那个如果是要亮盲点侦测，红色的灯在后照镜上是选配的。右边的话就是组合价套餐的。例如说你想要有水箱护罩，要有空力套件的话，我会建议你买这一个。那豪华组就是再多个尾翼。进阶版玫瑰金，玫瑰金是新的套件，是限量100组。真假的？我给你看一下。我想限量，我准备上那边了。哦，我跟你讲，怎么会用白色的嘞？他应该用黑车来拍 DM 才对啊。我立马想那群不要。对，哎呀，好像黑的应该很帅。哇，玫瑰金套组哎，前空、前下、后下、侧下、水箱护罩、玫瑰金，对吧？黑色配金，黑金。黑金，对。黑金最适合了。不知道黑的配起来怎样，应该蛮帅的。100台哎，玫瑰金跟镀铬一样，就是我们很难自己出去弄。你出去要喷黑、贴卡梦什么都可以，可是玫瑰金跟镀铬这个，你一般的烤漆厂做不太出来，所以这个不选就很讨厌。然后这个我回去想一下，想一下，好，没问题。反正就大概就是在这边嘛，这个都是配件。好，到时候价钱我不知道，我再问。好，那今天就差不多这样了嘛。接下来我们就剩下看什么时候交车。那就等交车了，然后要买，要看 HRV， 来滨江找君毅，君毅求精嘛，掌声加尖叫，谢谢，下次见，拜拜，拜拜，交车，为了这个证明我们真的有买，有吧？小狮汽车买了。我很期待这个玫瑰金套件我们的黑金版本。但是你觉得怎样？黑金觉得怎样？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蛮搭的。你是这么虚伪的人吗？我真的认为蛮搭的啊。不会很奇怪吗？不会不会。业务跟我说，我们真的可能是全台第一台，可能全台第一个这么有勇气选黑金的，對對對，有可能。没有，因为你知道吗？现在的大包实在是太过于陈腔滥调，大家都一样这样，看了就觉得。好不容易那天在翻他的行路，发现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颜色，之前比较没有看过的玫瑰金，刚好我们又选这个黑色的，所以就搭配了一个黑金式样来挑战看看到底出来什么样子。其实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也不太能想象，然后他的金其实也不是金啊，他有点古铜色，有点像那个汉达那个 CRV 有一代有那种稍微有点古铜色的那种感觉。水箱护罩也换掉了，不是那个喇叭盖式样，好不好？这个后面会慢慢再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下啊。后车厢，来，它全面连侧面都是黑金，有看到哦？后面也是黑金的，哎呦，9565，他选的牌还不错哎，君毅还不错。他说他们公司送的那个隔热纸是反光型的，就是随便8803那种，因为他觉得我黑色的车如果用那个镜面的，可能没那么好看，所以他问我要不要换成黑色，我还没想那么多真的整个用黑的比较好看。然后他连后照镜也贴。比较有整体感，后照镜贴什么？它有贴隔热纸。后照镜为什么贴隔热纸？不知道。你说这个后照镜上吗？这个吗？我这边看也蛮黑的啊。后照镜贴隔热纸，我倒第一次听到。原来后照镜可以贴隔热纸哦，防眩。
可能哦。然后我有选那个啦，盲点啦，然后好像还有开门，还有这个阿伯半夜跑步式样。你有看过阿伯半夜跑步，身上挂一个一直亮的 LED 灯，你有看过那个吗？看过是一圈的。啊，很奇怪，这个为什么不会闪？对啊，哎，它为什么不会闪？它本来要会闪吗？啊，另外一边呢？后面只有反光片啊。对啊，只有前面会闪而已啊，后面只有反光片而已。这个是我们原本的，应该说我们的大包吧？对，全新的，好不好？到时候把它卖掉。哎，这波凶呢？我看这是不是喇叭盖是这样？看一下。哎，会不会有这样选的？以后就有人跟我们一样这样选的？哦，有可能。好了，这样也不错。好吧，等影片结束不是会有那个吗？我们会环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车，那你下面帮我留言一下，看觉得这个古铜色玫瑰金饰样好不好看？看看我们的眼光是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因为自从 CHR 之后呢，我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眼光了。我本来没有那么怀疑的。好，来来，这个喇叭盖饰样啊，好不好？喇叭盖饰样的，全新的喇叭盖饰样水箱护罩。这几个 mark 嘛，是要一两千块呢，就这个 mark 就要一两千的呢。哦，然后他送了我好多东西哦。哎，不是啊，这是 HRV 吗？这不是 HRV， 这看到是 Fit 呢。HRV 啊，那是 HRV 哦。对，这个是防疫酒精喷雾触控笔，酒精喷雾有两个。他送了什么？神奇宝贝球，充电宝，照明灯，充电式照明灯，行李箱带呢。我以为里面装满现金之类，就拿起来。对啊，我想说，哇，这包要死啊！这波亏空啊，买下来这使用这啥？那个方法、哦、他的眼睛，哎、欸，下次你们那个媒体部在举办比赛，你就可以画这样啊。啊，哎、欸，口罩呢？口罩 ，H R U B 口罩。OK， 好，影片分享了这个抽，好不好？一二三四五抽掉啊，这个留给下一个车主好了。哦，好不好？这留着。哎、欸，所以这一条也是套件的、欸，哦，有一点古铜暗红色的感觉。好，端详一下哈。好，等一下看出去爽了，好不好？第一台玫瑰金，黑金版式样 HRV， 你开马自达，难怪你迟到。黑啥？情谊。这是西西里岛，是吗？是。妈，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啊。你知不知道？来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买的价钱，顶级的 HRV 原价879,000，然后我们选配了这个安心驾驭组的基础款。是21,800，就盲点车侧的那个闪亮亮标志，反正到时候选配表放上来给大家分享。它选配每一样都有价钱，好不好？然后这个行李箱车版，哦，来来来，6,300，当初 Fit 舍不得选，这次狠下心来选了这个纱布，哦，若隐若现的纱布。它这里是有两根支撑杆，其实它这个唯一的一个作用就是不让你关起来以后不让人家看到里面的东西，其实就这样而已。也不能放东西啊，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是这块，你知道吗？可是我现在才发现，它这里其实没有做方站板的地方，它只有做一个挂钩，所以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花了6,300选的，就是跟我想象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玫瑰金套件，44,900，包含前后的下巴跟侧裙，隔热纸升级，我们贴4,000升级深色隔热纸，换别的厂牌，你可以要求换别的牌子贴钱就好了。那所以呢，我们总价来到了956,000。哎呦，近100万的呢，再加一点就再选一下哦，把它选破百的 HRV 这样哦。嗯，不行，要撩回购的。但是呢，大家不用紧张，车价有打折，折价10,000多，订车他有送10,000的选配金。哎、欸，好像后来就没有了哦。后来就没有了。他有早鸟专案，不知道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下定的，有送10,000的选配金。你问看看，我记得是这样。所以呢，我的折价里，我的那个选配里面有10,000是他们送的，把后面那块钱。剩3,000多，剩3,000多，不会啦，我选超过了啦，10,000够用。所有的选配都有在打折，8折、9折这样，就是看我们影片播出它的方案变怎样。对，我的是打8折啦，反正会打折啦，8折到9折不等，我也不晓得，看他们原厂怎么讲。对啊，我们影片播出不知道方案是什么，我买是这样，我跟大家分享，整个配件打折，加上这个车价的10,000多的折价，加上选配金的10,000，全部都扣除以后。我总共花了918,400，锵锵！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购入的价格。那下一集就好好期待我们的全台唯一的黑金版情谊之西西里意大利面的老式推车。好，下次见。
缓坡什么下降哦，缓坡辅助下降。我看到一个地方可以 diss， 下一集再讲。哎、欸，不过、啊、这个格子透光率还不错哎，虽然外面看那么黑，你看看出去其实很清楚。嗯，但全关其实蛮暗。还好啊，还好，还好啊，还是很够啊。哎、欸，可以开了吗？可以啊。欸、不行，这个还不行。干。好了，不要再看下去，看下去越讲越多，下一集就不用拍了。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金爸爸，手环打开了，零秒开机。